这个叫包心断面绣，就我们先竖着给它绣几针以后呢，我们再转横的这种断面绣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果实它就会有一种立体感。第二个我们绣断面绣，我们斜着用线把它排满，这个轮廓绣我们就斜着扎，中间那个呢我们就平着扎。我们再来绣这个平面接力绣。好，平面接力绣呢，它就是每一针里面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给它连续扎上三针。好像这些地方的话，你不用管下面的那个圆圈是不是能够把它完全重合，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的，因为底稿是可水销的，你想要完全重合的话，那花式针法里面它是做不到的。好，你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单针。
我们现在来绣这只小昆虫。小昆虫是这样，我们首先绣它的触角，触角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给它扎个一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长一点的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轮廓绣来绣一点。这个我们用两股线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绣这边。这个是轮廓绣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给它扎个一针。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用直接用轮廓绣来绣。像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用那个蹴鞠绣，看，蹴鞠绣加直针，好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空心的，所以我们在上面给它盖上一针。其他的这些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触角和脚的，触角我们用的是一个包心缎面绣，然后用的三股线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包心缎面绣怎么绣，我们先给它横着竖着，这个是竖着的，就顺着它的身体，我们给它扎上个一针一针两针的。到这个新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它变得更立体，你看，然后我们再横着绣，这样子它就有那种鼓起来的那种效果。好，一般我们就从它的中间起针。好，会了吗？好，身体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把它填满。
我们来绣这个虫子的一个身体啊。虫子身体是这样，我们从边上起，好，用六股线，也就是穿三股对折。好，这是第一针。好，旁边。第二针，注意看它的一个位置，你看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外面这个空间稍微留的宽一点，然后里面呢我们挨得近一点，这样子它这个身体啊，它就能够保持这种线的一个方向下来。好，最后一针。另外一半我们也是这样子的。